美丽家园 TV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同。15岁我觉得影响我最多的就是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是 Eric Clapton MTV Unplugged。 那个时候是我刚刚开始教自己，以前是都会弹那张专辑，现在当然忘了很多，但是那张专辑对我的吉他技巧是最重要的。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事情想试，一个是想回归于15岁听蓝调摇滚的那些感觉，还有是在比如说歌曲里面有很多比较严肃一点的题材了，就是社会上看到的一些事情，还有朋友身上发生的一些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。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是蛮多尝试，而且大家之前可能还没有熟悉到方大同音乐文化的一部分，那所以可以在今天做到这个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。